网络顶头相当流行的西瓜月饼串路，看起来水，够好食款。西瓜是三个种代表性水果，即卖一间糕饼业者将月饼做成啊西瓜模样，大大受到消费者喜爱，变成了今年中秋送礼卖了上好月饼，连头家也感觉意外。西瓜是咱西的特产啊，咱推出的时阵，真侪消费者拢真新奇，而且来试吃的时候都觉得口感特别好吃，所以目前来讲。我们的制作在生产线的部分来讲，这算是很主要的商品。头家为着要吃西瓜月饼的外形更加特色，除了饼皮做香肠以外，另外也有特别的设计。因此，这个西瓜月饼五种口味，红肉西瓜是红龙果种啊，黄肉西瓜就用七十五号来调配。红色的部分，我们是有加火龙果泥跟黑芝麻哈。啊，黄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用卤肉起司的口味下去做的。虽然西瓜月饼啊大受欢迎，但是制作加了真侪流程，因此比传统月饼啊需要更加侪时间来制作。我一天生产差不多1200-1300左右。哦，当然啦，但是咱是拢有用心在做，吼、哦，咱大阮内底大家工作人员拢真用心在顾品质。你的意思是说你要栽培吗？啊，但是现在栽培的单子，我们东海的人没办法再接。一个创意想法竟然成为了今年的主要产品。头家头家娘虽然价钱无赢，但是看到顾客订单，算是真心实足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